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季的怀城趣谈。长沙自古以来就因为长沙星的存在而被称为星城，不过在现代由于娱乐业发达，培养了很多明星，星城的说法就更加广为流传了。而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座在长沙的建筑，也是我们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颗明星，它叫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，总建筑面积达12万平方米，包括大剧院、艺术馆和小剧场三个单体建筑。它的造型也非常别致秀美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芙蓉花建筑，项目总投资更是达到了28亿元。而它的建造难度也非常大，光是幕墙就采用了10000多块异形曲面玻璃，每一块大小都不一样，最大的达到了1吨的重量，所以它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幕墙。正是由于非常高端，因而它能够承接世界最顶级的歌舞剧等高雅艺术表演，填补了整个湖南省高端文化艺术平台的空白。而长沙也在2017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媒体艺术之都的称号。华轩君觉得长沙在文化产业的实力确实非常强劲，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感受一下。对于这样的建筑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，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记得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。